谢谢，感谢各位。嗯，那个谦儿哥好长时间没睡觉去，我也不知道他干嘛去了呢。陪着您待着。哎，来了这么些个人，嗯，看着大伙儿打心里就高兴，是捧真支持，对，多听相声有好处，嗯，多听相声说明您爱国，爱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都在相声里得到体现，嗯，啊，你现在来说，好多人到不了现场，嗯，网上下载也能听，哪儿都有啊，好多人在 MP3 里装的都是相声，喜欢这个吗？方便，对，来不了剧场没事儿。一样能听，拿起来。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嘛。嗯，你当初你敢想象啊 ？MP3 吗？那时候哪有啊？没有啊，没有。当年懂得什么叫健身吗？那时候也没有。你照相机一百年前，没有，有也没这么好。是，而且没有照相这人。废话。嗨，快点照，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啊，对。他们不干啊、嗯，糖尿病身体不成，不挨着这都。嗯，手机过去有吗？没有。你甭说过去了，你倒退几年，嗯，倒退个十年八年，是这么普及吗？根本就不是这样。没有。对，当初那个年头，就是你祖父那会儿，啊、你爷爷那会儿，解放前了啊，那是啊，他爷爷在村子里负责点什么工作，对，有点什么事拿大铁皮喇叭，就起个扩音作用，老乡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抢粮食，汉奸呢是怎么着？那就是他爷，不是干这个的。后来就有电了啊，村里也装那个大喇叭。对，有一个人在屋里喊，带电了。他伯父在村子里就喊着，他大爷也负责。村东头，张寡妇、李寡妇、王寡妇，嗯，再不交电钱，晚上我踹你们家门去。嚯，踹寡妇门呢？啊，干这事儿。时代在发展，现在这个。手机人手一个，哎，每个人都有、啊，一天比一天先进。对，包括彩铃，彩铃也多呀。前两年哪有短信彩铃？没有。现在各种各样。我手机就是。是吗？每一个不同的朋友来的电话声音都不一样，有区别啊。当当里杆里杆啷，当里杆当里杆啷，当啷当啷。这是曲艺圈的朋友。哦，单弦儿。哎，唱单弦儿的。嗯。踢踏踏的令踏令踏令定踏，唱快板的。嘿。起来不愿做奴隶的我媳妇儿、哎、啊长期受压迫的结果、嗯、爸爸接电话吧这个于谦儿、哎、去给我换一铃声啊就说这意思是吧什么意思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人都想好嗯都想成功对做点大事是于老师就算不错我一般在相声界里边这就算头钩了吧不敢这么说您够了刚峰了哪儿的事了不起我们剧场那个经理说、啊、别的演员不行谁也不行看不上唯独提于老师啊他挑三个大拇哥夸你、嗯、剧场经理三只手还有个六指嗨不错呀了不起没有他家庭也很好熏陶于老师的父亲们啊啊，在这别加门字儿这儿，没有那么些人。他父亲总爱倚着门说话，嗨，那不算。于老师的父亲王老爷子，嗯，在这个北京来说吧，什么呀？我姓于，我爸爸也得姓于。还有这么巧的事儿？不是巧劲儿，派出所有人挑的是吧？没有啊，子承父姓都得这么说。他们老爷子那是了不起的人，啊，否则的话能有这样的儿子吗？嗨，啊，政府也很器重他父亲。那倒是啊，政府说了，谁要能找到他爸爸在哪儿，给10万块、啊；要能送来，给的还多。啊、通缉犯呢是怎么着？了不起，所以他有这个成绩。中国相声界第一个买车的人叫于谦。哎，买的早点。那些个外面还都蹬自行车拿月票的时候，啊，于老师已经嘟嘟嘟嘟开上车了。嗨，不算。买了一辆，那叫巨力、啊，三蹦子呀。对对对我骑三轮车。他那些个外还拿月票，你有这就不错了。我还不如拿月票坐公汽车去呢，知道吗？就是自属于自己想上哪儿上哪儿去。啊。就是冬天冷，啊，车里边套一炉子。前玻璃上开一窟窿走烟囱、哦、后斗拉200个风没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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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暖和一冬天
是自己烧了那就啊，后来就有钱了，那是就换了一辆新的巨力啊。嗨，我换一四个轮的怎么样啊？拉着一个备胎啊，备胎管什么用啊？到今天于老师更了不得了啊，穿的也很讲究，嗯，吃的也最好，吃的什么东西下来他先吃什么啊，了不起，住的房子也很好，住的房子也很好，嗯，楼上楼下四层楼，是700平米带摩的的。房子，我把三蹦子搬屋去了要，不是怎么了？带那个就是一小门开开之后进去能哦，电梯电梯。嗨，带电梯的，您说清楚了。我向你学吧，谈不上好吗？没有，因为我一直我是又认识这么句话叫、啊、灭高人有罪，这对能力大就是能力大，你不服人那不行，骂街不解决问题啊，像我没用、哎。向于老师学吧，我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您啊，嗯。我会有优势，我本身来说我这人品质很好啊，那是基本。哎，你看我这个人这么讲吧，啊，走到街上看一大皮包，打开一看都是钱，是别人就拿着跑了，嗯，这要是我等施主，哎，这就对了。 嗯， 拾金不昧这四个字说的是我啊，您能做到等施主，好，施主要说不要我再要，对，嗨，人凭什么不要啊？您见着人跟人怎么说呀？你别跟他说呀，啊，那您还等什么施主啊？这儿你等他过去哦，确定是他，他走了，你再回家、啊。好嘛，您这钱拿的真踏实。我会成功的吧？啊，我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的。那您有什么本事啊？呸、啊！怎么了？你欺负人，你这叫怎么欺负人了？你同这么些人给我下不来台。没有，我就是问一问呢。你这说的是人话？我那有什么本事？撇辣子，你有什么本事？你这叫侮辱我，你知道吗？怎么侮辱？我一世英名毁于你手。什么英名？得亏没有，没有。没有，我毁什么呀？有也回你手里边了。这不是没有吗？我心灵手巧啊。会什么呀？我会切羊肉片啊，我还会切牛肉片儿。嚯、哦，我还会磨刀。磨完刀。切羊肉片好。还切牛肉片别切了，您干一厨师去不就完了？对呀，可以呀、啊，行行出状元嘛，对吗？我们有一个同行的一个大姐，啊，也是厨师。谁呀、啊？大长今啊。大长今，韩国，这远、啊、道远，是跟那儿通过精湛的厨艺，啊，就把皇上都勾搭到手了啊。哦，我通过我这个厨艺，嗯、啊，我怎么弄俩娘娘一块过日子？那心还真大，弄俩娘娘。嗯，有一正宫一偏的。啊，行，别想这个了。嗯，我很愿意这样。啊，我开了一个韩立饭店。好，韩国料理。嗯，我叫小长今。小长今。开张客人来了。啊，来碗卤煮。怎么还卖卤煮啊？还以为跟小茶陈是哥们儿呢。好嘛，不是连锁店这个。我想了，我得讨个吉利。怎么讨吉利？我得先讨一个好的吉利的兆头。对，你看人家都是请个这个，请个那个，跟屋里供着、啊，我怎么就不行呢？您也可以请、啊。想干大事业，先讨一个吉利。怎么讨？北京西山有一座古庙，哦，里边有一老神仙吧，老和尚的，嚯、哦，说话很灵。嗯、啊，他那还有那个带着的那个。护身符、啊、对、哦、我去求一个吧，请一个去，我请一个，我心很虔诚，对，早晨5点钟我就起床了，那么早虔诚吗、嗯、这是很重要的。嗯，你见过咱们西藏的喇嘛？知道，人家那磕长头，嗯，那就说明是虔诚。对了，日啪就扔那儿了，没摔那么狠，人家啊，这不就是人家真的夸就磕头。对，我以后要发财了，我家里养6个喇嘛，干嘛呀？擦地、嗯、啊，拿喇嘛当墩布用啊，干净干净净的、嗯、您先后事、嗯、那是以后的事了啊。我先说眼前吧。对，我先去上西山，5点出来，车坏了哟，这事闹的啊。嗯、啊、走着去不行，走着去得去，呵，心要虔诚嘛。嗯、啊、走到西山中午12点，嗯、啊、一上午的功夫，这心够虔诚了吧？可以了，够虔诚吧。嗯，迈步走，一进庙，小和尚迎出来了。啊，施主从哪儿来啊？啊，我说打东土大唐而来。哈哈，取经来了？别玩笑啊！就是别玩笑、嗯。您到这是来求签呢、啊，还是做保健呢？什么寺庙啊？这是？怎么还有做保健呢？这里头？这庙叫保健寺吗？什么保健寺？想当初一传说嘛，越王勾践、嗯、啊，勾践啊，有谁勾践呢？挺贱的，就是有一大宝剑杀人嘛，然后那剑魔能切羊肉片。还切羊肉片？不是啊，你不懂这个呀？我是不懂，您就说这都科学，这都是这寺庙里的，您就说对他后来按那宝剑
跟那儿供着盖这庙叫宝剑寺啊。我们来求都是小宝剑啊，护身符，坐着小个拿红绳子系这儿，好，护身符嘛，嗯嗯，大宝剑小宝剑嘛，是吧？嗯，就别提这个了。啊，我们这愿意求这个啊。我说我求宝剑来的，嗯，哎，您跟我来，上后边来，进去吧。啊，老师傅在后边了，嗯，拐弯抹角到后边禅堂，老和尚跟这坐着，哼，大长眉毛，哦，到地下，嗯，那坐着，嗯，对过坐一姑娘。都这漂亮，这太漂亮了啊！干嘛的？做宝剑的，还是做宝剑吗？这个什么废话，他干嘛来的？他也求宝剑来了，求宝剑的啊！姑娘太好看了，嗯，破了相都比你好看。嗯，别拿我比喻，在那坐着，嗯，也是来求宝剑，请老和尚指点迷津的。哦，也说了，老师傅正给他讲呢。讲什么呢？千古流传，嗯，美好的姻缘，嗯，王二姐张天秀把那佳话千古传，嗯，老和尚出家之前是唱二人转的，这个，嗯，要尊敬一下好不好？废话，他唱的就是这个。我说大姐我道远啊，嗯，我五点出来，十二点到这儿，我夹个丝儿行不行？嚯，哦！您收了，您坐这边来，在前面来，我跟这儿。嗯，我说老师傅，嗯，弟子求您指点迷津。哎，您说说，女施主啊？对，什么眼神儿这？啊，换人了这儿。大爷，我，嗯，大爷看看，改大爷了。嗯，你挪那儿去了你？啊，等加个，等一会儿啊。嗯嗯，也不是什么正经和尚这个。说吧。嗯，什么事说，啊，嗯，老师我这求您指点弟子迷津，我要奋斗，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啊，您看我应该注意什么？说说。等一会儿。别惦着他了，这儿还一人呢，没看见吗？嗯，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嗯，本来无一物，何物染尘埃。啊，哎呦太好了，我感动了，我这说的真好，这个。真好吗？真好。说什么了？谁知道去。啊，没听清楚还好，真好。好，老师傅，您再来一个，大爷受累，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啊，老和尚带翻场的，嗯，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嗯，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啊，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哇。哎呦，这太好了，嗯，你再来一个，还说，大爷再来，嗯，还来一个啊，再说，哎，多等会儿，别惦着那个了，来一个啊，还没完事儿呢，听这个，千古流传，哎，美好的姻缘，王二姐不唱这段了，他一般说俩准唱一个，嗯，好。还是二人转，就是肚腩窄点，活路窄点，就是没别的了。是，我说行，我谢谢您、嗯，我听懂了，弟子听懂了。哦，您赶紧把那宝剑给我吧。啊，嗯，我带上，我好得个好彩儿啊！护身符，等着。嗯，小和尚拿后边拿来了。嗯，老师傅拿起来，毕恭毕敬。哦，施主，这个宝剑非同小可。为什么？它是贫僧特意走光的。对，你先撂。带这个。行了，别说了，不。特意走光的呀，对，老和尚特意走光的，没听说过，你看谁这儿挂一光屁股老和尚啊，你不要胡说好不好，废话，老和尚走光干嘛，走光啊，人都是这庙里和尚又高僧，人给开光，开光的，你骗我吧，这我骗你什么呀，我们小时候一块玩，孩子在一块打起来了，啊，把谁裤子扒下来了才叫开光的，那叫走光，知道吗？这个呢？这叫开光啊！这就不扒老和尚裤子吧？废话，你扒老和尚裤子干嘛呀？那扒谁裤子呢？谁的裤子也不扒？那不扒怎么开光了呢？不是，您怎么不明白？这东西就叫开光，跟裤子扒裤子没关系。穿着裤子，多新鲜！穿着裤子那怎么叫走光呢？谁说走光的？我到底谁裤子扒了给？谁裤子也没扒。不扒裤子，这东西就叫开过光，就开过光。哎，对了，呵，可闹清楚了这事。嗯，我说谢谢您，太好了。嗯，我谢谢老师傅，我有您保佑，我以后会了不起的。嗯，我问一下，我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是，千古流传，还这种美好的意义。不唱啊，不唱。我拿笔把这半拉涂上，就是金钩啊。
哦，我就是公安部的车了。嚯、哦，回家拿笔涂完之后挂在我那车上、嗯，开车就出来了。过去吗？警察一看，哈哈哈哈，啊，下下下，怎么还拦呢？我说你干嘛要疯啊？啊，我惊哦，嗯、啊，公安部的车。是啊，呸啊，公安部还有摩的呢，好嘛。您不认识别的车吧？我开着玩开惯了啊，换一车吧。我又受到打击了。是，为什么每次我都快跑到终点才被人通知取消了比赛资格呢？谁让您参赛了？人都说干大事得交点学费啊，我这学费够拍六个黄金甲的了。好，我到现在我也没成功。嗯、啊，为什么呢？没有为什么。我想了，我不能听别人的啊，我老指着别人这玩意成不了。那倒是，我自己干吧。对了，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哎，从小打小闹干起。做什么？一步一步来嘛。啊，先干房地产。对，嗯、这就不小了，这个，我得干点有谱的事儿、嗯。您这还有谱？我上王府井先买块地去。王府井还有地吗？您买不下来，我去行。为什么？我舅舅跟那儿负责。哦，厕所的卫生，扫厕所，那两间都归他管。一男一女。我找他去。嗯，刚好找他，啊，我舅舅双规了。扫厕所的也双规啊，那笤帚跟墩布那数对不上。哼、哎，这偷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这，我得找人捞他呀，是吧？还捞呢？找人捞他呀！啊啊！我舅老爷倒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哦压着呢，压着，爷俩一辈子没见着，这回见着了。哎，那那儿能说话去了？哎，有一说相声叫李菁哦，他舅舅在美国大使馆哎负责厕所卫生。这全是扫厕所的，我找他去干嘛、啊？我说舅舅，啊，快点救救我舅舅吧！啊啊，帮帮我！他说我就不行，去不了，怎么去不了？孩子真管不了这事儿。为什么？我现在没有档期啊、嗯！扫厕所还有什么档期、啊？他就一个人盯厕所卫生，没人换班呢，就走了就脏了就 啊, 啊！我想了想，拉倒吧。怎么？啊，我那厕所盘起来也没有太大的作用，那是我盖八十层也都是两居。哎，对。是厅很小是吧？根本就没有厅，一男厕所一女厕所哪来的厅啊？有一个窗户那是买纸什么的啊，那售票的那个哪儿卖地便宜啊？德云社有一说相声叫徐德亮哦，啊我知道，我姥姥家门口啊，50块钱一亩，真便宜啊！哟兄弟，可别跟别人说啊，啊啊，这便宜咱们抄着了，买去，咱们大伙凑1000块钱啊，咱买地去，1000块钱、啊、都回家推自行车去啊。呼托口集合干嘛？咱们上那儿买地去。不、哦，这几个股东。嗯，徐德亮说：“我不去。”啊，我不去。我说你鸡贼是吧？你懒得蹬，我驮着你，咱俩倒班来。带着。到不了哪儿啊？柴达木。啊？柴达木啊？我一听啊，这太没谱了。一点谱都没有。柴达木、嗯，那都算三环外了。什么三环外？您弄点地理知识看看好不好？啊，三环里啊？什么三环里？三环里，三环外。新疆了。新疆村。海淀那边我认识，您没出过北京是吗？不新疆自治区了。哎呀，不进了这一趟啊！你说这真盖上房，嗯，我的业主上班是个问题，想的还真远。为了那儿买房，把单位都辞了，不合适。那是啊，我给他们挖地铁行不行？从北京到新疆的地铁不堵车，快层就到了。是，挖挖。你说卖楼的钱够挖地铁的吗？就您那1000块钱，够呛，够呛，啊、也行。怎么挖着挖着挖到山西了，就挖出煤来了。啊！我一边卖着煤一边挖。好，倒着点走。再挖着挖到陕西，啊，就挖出兵马俑来了。嚯、哦！洗干净，写上8中8尺，扛到潘家园就卖了。呵，好嘛，嗯，这真东西当假的卖，这也是能卖、嗯。对，这合适、啊、也不行。再挖着到黄河还漏水呢。啊！地铁里我的业主戴着草帽，披着雨衣，打着伞。哦，那多瘆得慌那玩意儿。就这样，不行。而且从地理位置上讲啊，他们跟我说，啊、柴达木属于是，嗯，盆地，知道吗？叫盆没，盆地，盆，哎，大字眼哎，嗯，盆地儿啊，非有一是小字眼怎么说？盆地俩都是大。听我这个，啊、盆地儿，跟你那正对。没逗你玩儿，知道吗？我还能加字儿、啊。谁跟你加字儿 啊？盆地，盆地，就这么说。存水，下雨存水啊！哗，一场雨下来，4层楼都没了。哦，我那房才盖了3层楼、啊。对，那就全淹了。那不行啊！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就没有高一点的地儿吗？有哪儿？珠穆朗玛峰。哟，这差着好几站地呢。怎么算的？您这就得盖经济适用房。
这儿说点贴谱的事儿。好，我的业主上班，我们倒是可以用飞机接，坐飞机上班。早晨起来，珠峰那儿有一站，啊，都轰着飞机拉到北京上班去。那不行，嗯，哪儿上班的都有，您飞机落哪儿啊？就长安街上空投呗。啊，背着降落伞跳伞去？嚯，也不行。怎么了？北京这电杆子太多，嗯，四九城到处挂的都是我的业主。好嘛，都跟那儿挑着。你再雇保安往下摘人，这是个事儿。工程量太大，这是个事儿是吧？嗯。哎呀，而且他这个冷吗？那地儿冷，终年积雪。还得雇人那儿扫雪去。哦。屋里怎么办呢？屋里也冷。烧暖气。哪儿来的煤？哎，你忘了，挖地铁挖到山西不就没了吗？啊，对。别卖了，自个儿留着烧吧。那也是，啊、嗯。哎呀，也不是个办法。怎么？他们说全球这个气候会变暖的。对。到时候就化了，没有雪了。可我那房都盖在冰上了，房子盖冰上，你说怎么办呢？这玩意儿，那没办法，真愁的睡不着觉，一宿一宿的难过，有什么办法吗？嗯，真挺着急的，我得找点那有钱的朋友一起合作，找有钱人。你老跟徐自亮、李菁这样的这穷人们合作，好不了。哦，啊，他看我都跟饼似的，你这都饿疯了都，这不行。嗯，我一宿宿睡不着觉，半夜十二点我出去走到街上想。我上哪儿找几个有钱的人呢？气迷心了。又打对过来一位，嗯，穿的破破烂烂。哦，你要躲着都来不及了。你看，躲穷人，躲穷人，他来了。嗯，先生，嗯、听说话，你就 听说话。那这不知道哪儿。先生、嗯，求求你帮着我不？哦、我穷的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房，没有地，没有车，没有钱，嗯、穷的我就剩下手里头这把枪了。啊？劫道的呀！谢谢谢谢，别客气了。我跟你走，我跟你走，别闹，多新鲜，好商量啊。嗯，到了他住那个地儿，我说你干嘛呀？嗯，啊，要钱。我说我没带着，是把家里电话给我。哦，要电话，非要加电话，给我媳妇打电话。嗯，喂，啊，郭德纲在我们手上。嗯，你是他媳妇吧？嗯，拿十万块。不、哦，要不然明天早上我就弄死他。嗯，我媳妇乐了。嗯，一言为定啊。哎、嗯啊。什么人呢？这是吃成之后，我送你15万。好嘛，真够狠！劫匪放了电话，哭一宿啊！哎呀，这是什么人啊？啊，你这个日子这么过的啊？你啊，人家都看不惯了，你还不如死了呢！说的是啊，趴在我肩膀，我拍了。得了，兄弟，兄弟，没事。别哄人家了，您就我都没事，你别往心里去。来来来，好嘛，你习惯了呢。哭一宿啊！早晨起来，你这怎么办呢？这不啊，愁啊！还头一回街道遇上你这么个货啊！你送我吧。啊啊，我走上哪儿去？嗯、啊，我出了一天一宿了。嗯、啊，回家怎么交代？是，你拿50万，咱们了事儿、哎。啊，你们谁绑谁呀、啊？这是，我把土匪绑家里来了。我 啊，我没有啊。你想辙去，快去，是快去，轰出去了。嗯，晚上回来一大堆零钱倒在这儿，破，我数。是，这太破了，这不要这个啊。好嘛。100多块钱，好，嗯、再接再厉啊。啊，给你留饭了，赶紧吃，明儿还得起早呢啊。你这放鹰呢？怎么着？天天出去啊，今儿回来200，明儿回来50啊，不够100我就抽他、啊。哎呀，打得他满屋跑啊，真够狠的，哭得脸跟桃似的。先生啊，我实在凑不够50万呢。啊，对呀、啊，我把你撕了得了啊，撕票、啊。别废话，别废话 啊，事业还是得做的。什么事业？你得奋斗，你知道吗？谁奋斗、啊、去出去？抢、杀人、放火、偷都行啊！我怎么办呢？去找个明白人，你找个明白人帮助你，哦、指条明路，快去去吧！转身出去了 啊！当天晚上回来，这人换了样了，怎么剃一大光头，看着倍儿精神，站着是我说你怎么了？啊、哼，千古流传，出家了。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拴娃娃》，表演者郭德纲、李菁。人来的可是不少啊！对，我很欣慰啊！楼上楼下坐了这么些人，大伙儿对我们很熟悉，哎，很支持。当然了，也有不认识我的。有新来的朋友们，对，介绍一下，我们是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不怎么出名，郭德纲，哎，
李菁，是我们两个人。李菁很值得一提。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呀？相声、快板两门报都学过，快板唱的比相声还好。什么叫唱的比相声还好啊？好多人都喜欢听他的快板。对，从小就学这玩意儿。嗯，呱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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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着七块竹板走上了小康的道路。这也得一场一场演去。嗯，一趟接一趟接着要。隆重介绍一下北京丐帮少帮主李菁。现在没这组织了啊。现在当然了，现在他们这行业也不景气。这叫什么行业呀？他们这行的小演员们啊，也不学这个呱唧呱唧。那都学什么呀？都上街揽人大腿去。这个说归说，斗归斗。嗯，李菁的艺术造诣大伙还是知道了。没什么造诣，不过对于李菁这样一个著名演员来说，他的身世更值得一提。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呀？这是全后台最有钱的人。有钱可不敢当，对吗？年轻乐了乐了乐了。说这个来劲儿了，上辈儿的事。哎，对对，这是实话。这是他上辈的事儿，知道吗？行行行行，他父亲那个人呢？哎，行，说父亲别往这儿比划。他爸爸这个人呢，带手也不行。你瞧，他对他爸爸要求还挺高的。哎，这叫什么话呀？他们老爷子有钱。哎，对，过去有这么句话啊。什么呀？富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有这么句话，在人家家没有。啊，富贵四辈，四辈连到他这辈儿差点，反正、嗯、往上薄连着四辈有钱，真是啊，占着房躺着地。嗯，银行里藏着多少多少钱，是就是人家家里倒上四辈去。嗯，在清朝皇宫里边，乾清宫二品带剪子护卫。哎，什么叫带剪子护卫？给皇上裁衣裳什么的。那叫裁缝，了不起啊，御用的裁缝啊。嗯，后来流落民间，从他祖父开始。这么说吧，整个通州大伙知道吧？通县呢，是人家李菁家的，过去在那边住，对吗？对，通州李呀、啊，嗯，李通啊，这就离着李通外国不远了。李通啊，啊，李通州，哎，李通州，对，整个通县是人家家里的。他父亲赶上好时候了，是，哎呀，大伙是没瞧见他父亲，老爷子精神。嗯，现在老了不行了啊，是岁数也大了，人也是驼背了。年轻时候那老爷子1.8米大高个，个儿不矮，他这尺寸就差着了。对，啊，我没赶上我爸爸。对，他随他们家的司机，你知道吗？这可要出事儿啊！不是，随司机像话吗？你这戳个啊！啊，你这戳个这个头，您别这么比划啊！矮儿刘晶的一嘴，哎，他们家司机就这样啊。他爸爸年轻的时候风流潇洒，嗯，通州李公子，谁不知道？对，吃喝玩乐呀，吃喝玩乐到哪儿去撇大嘴，知道吗？到北京来。打编织袋装上钱啊，这是哪儿？这是跟老爷说，这是全聚德，进去，进去了，把门锁上，门都锁上，还锁门呢。四十来桌啊，我结账啊，我结账，四十来桌他结账，好热啊，多少多少钱？好，给人数，不，给人数，有一位站起来，哎，我不认识你啊，不用你结账，当时完了，自个儿掏刀子。大气性，我爸爸这气性也太大了，就这么大气性，知道吗？啊，花钱如流水一般，哎，钱多发愁，怎么能花出去呢？就这么着急。有人说了，您得出去啊，出去上外边看戏，看戏，看电影啊，溜冰。那年头有溜冰吗？是，他爸去溜冰去，哪儿都去，跳舞。嗯，在舞厅啊，那够前卫的了。在舞厅认识他母亲。您瞧我妈待这地方啊，她也是有钱人家的阔小姐啊、哦，也上那玩去了、啊，也是阔小姐啊，跟你父亲跳舞，你父亲很高兴啊。啊，呵，小姐啊，
哎呀，你这腰太细了哈、啊！哎，脖子啊！我妈这个也太矮了。别往那儿比，你想你想，反正也差不多少。女的当然要比男的矮一些，那矮的太多。他爸爸1.8米、嗯，你妈有一米二，没那么矮，姑娘跳舞啊。哎，我妈1.65米，知道吧？1.65米，哎，要卸了那腿是1.2米，知道吗？干嘛还能卸下来呀？那夹的那是。我跳舞，你爸爸很喜欢林母亲，是好看的长得啊，好看，请吃饭，走六国饭店，走吃饭，嗯，往那一坐，上上，有什么菜？什么都有，点菜谱，炒着一本，走去。玩一本全要啊，给我焖个骆驼啊，嚯，别切整个的焖啊，没那么大盘子呀，有钱呢、啊、有钱呢、啊、是吧啊，这什么这来吃这这好啊，这什么呀，这法国鹅肝酱啊，来、哦、你妈不爱吃，嗯嗯，不吃，来这吃这，这是红烧牛舌，牛舌不不不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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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吃啊，不是牛舌，你妈很在意这个、嗯、牛舌哪能吃啊，那是牲口嘴里的东西，哦，很脏啊，嫌不卫生。牲口嘴里的东西怎么能吃？不要，不吃牛舌。对对，给我来个鸡蛋。哎，这还不如那个呢。啊、这是鸡屁股，你看知道吗？大户人家都在意这个，知道吗？什么呀？吃饱喝足，俩人开车出去玩去。呼，北京城哪儿都去啊。嗯，这是动物园，走，动物园，俩人领着。啊，你父亲领着你母亲走。哎，你再出现这手势，我抽死你啊！挺有意思，就是俩人很两小无猜这种感觉啊。来，这是白天鹅，看白天鹅，看得见吗？来，白天鹅啊！哎哎哎，那个那是什么呀？河马，河马，这大河马。你爸爸吐了，嗯，你妈也看。河马，河马，你看河马。我妈长得也不怎么样，河马都吐了，就是。后来啊，后来俩人就结婚了，俩人结婚了，怎么般配呀、啊？这还般配呢？怎么般配呀、啊？啊、嗯，你爸也很高兴啊，打电话通知大伙儿，我准备结婚了。我也没办法，我这赖上了啊！来，你来吧，来吧，来庆贺一下吧！整个通州张灯结彩，跟做皇上似的。是，坐大马车，嗯，坐大马车，然后前面16匹白颜色的大马，哎，多有钱呢、啊，气派、啊！你母亲坐边上，整个通州大街小巷转一圈，嗯，大伙儿知道，李财主结婚了啊！哎，呀，呱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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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稳了，你坐稳了，来、啊，走，老百姓站站，哦。多的气派啊、嗯、这是瞧见什么了，旁边站一人啊，长得跟你爸爸一模一样、哦、这背不住，你们长得跟我一样啊，就是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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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李少爷好，问点事儿，嗯，你母亲在我们府上当过丫鬟吗？我爸爸想的够多的，跟少爷您回，我爸爸是你们家厨子，哎，不是，还是私生子啊，嫁婚后两口子十分的恩爱，这还是恩爱，十分的恩爱啊，没事的时候你母亲在家里边读读书啊，写写字儿啊，阅阅诗，对，什么叫阅阅诗啊，看看诗，哎，看看书，哎，你过来，来给我解释这怎么回事，嗯，这怎么回事，你爸爸过来给讲，两人很恩爱，对，很恩爱，没事你母亲练练画画，嗯，练画画，你要不说这过去这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啊，这搁一镜子，嗯，搁着宣纸，嗯，照着镜子画两笔，照着镜子画两笔，找一模特好不好，画一狐狸啊，我妈长得跟狐狸似的，好看呢，好看什么呀，好看呢，好看是好看啊，
你父亲也有心里难过的地儿。什么地儿啊？两口子结婚好些年了啊，一个孩子都没有啊。对，这是说生你之前啊。对，当时生他是生了一对儿。哦，俩人生了俩，医学上这叫卵生。哎啊，你妈才蛋夫他呢。不是卵生，卵生，哎，卵生二生，后来糟践一个，你知道吗？什么叫糟践一个？剩下他这叫孤儿啊。这不叫孤儿，父母没了才叫孤儿呢。我以为那个没了也叫，不是啊，不叫不叫，反正俩糟践一个，哎，糟死了那是你，你是你哥哥，哎。你想想。你想你想科学这东西知道吗？我想不明白了，这个死的是你，你是你哥哥，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就死一个就完了，反死了一个吧，啊，就剩你知道吗？这有了你之后你们家里才很和睦，剩你之前日子没法过的有一段时间，对，很着急啊，老打架，你爸爸坐在书房里边那眼泪啊，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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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啊，滋得够远的，这是尿了啊，吧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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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声儿，吧吧嗒吧，这也没有，眼泪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哎，把这本金瓶梅都阴湿了，这会儿就别看这书了，这西门大官人呢，哎，行了，别看这书了，想着西门大官人。虽然是一淫棍呢，他也有后代儿孙，是想我也是个淫棍呢，我怎么就没有后代儿孙？行，叫我莫名其妙啊。您不是淫棍是吧？是，我知道，就说这意思啊，很着急。外边小丫鬟一瞧，哟，这怎么回事？这是他怎么的了？啊，跟夫人说吧。就是来到后院，一看你母亲坐在那儿也掉眼泪呢，你说这么怎么办呢？啊，结婚这么些年了，一个孩子没有啊，你说怨我吗？你要说怨我的话不对呀，我在娘家也养活过呀。啊，小白猫啊，您那逗号别瞎点啊，白猫啊，啊，你要说怨我丈夫，可也不是他一人啊，啊，不是，好家伙，莫名其妙啊。确实为国啊，这两口子口风都一样。正说着呢，小丫鬟进来，您快瞧去吧，老爷子那出事了，坐那儿哭着呢。你母亲赶紧来，是来到这一瞧，你爸爸那儿眼泪汪汪的，很难受啊。哟，老袁呐，啊，外啊，您把那外带出来。老袁外啊，你是怎么的了啊？你独自一个人。面对着菱花香腮不摘啊，确实违和，这是大补啊，这是高师为了何苦啊。我妈什么都会、啊、怎么回事啊？你爸爸仰天长叹，哎，夫人呐，啊，行行，你哪里去瞧，平视啊，啊，平视就行了，别往下看啊。怎么回事啊？反正我妈这个是长不上去了，你妈也很着急啊，有话说呀、啊，你何必这样啊？行，说呀、啊，我来问你，到得我府，你给我生下一儿，养下一女，还是生了一锅洋白菜啊？这叫什么话、啊？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你母亲很不高兴啊，就是啊，这叫什么话呀、啊？这叫什么话呀、啊？要想要孩子不要紧呐、啊，你得积德行善呢、啊。哎，这话对，你得积呀、啊，啊，是，你还得积。你爸说是啊，没少积呀、啊，啊，天天积谁倒缸啊？啊，酸菜呀、啊，是谁挑着出去卖去、啊？是吧？积德行善，这月份搁不住了呀，啊，还是酸菜，怎么办？为了你，东庙里烧香，西庙里敲磬，要高山求子。哎，过去人信这个啊，是到娘娘庙磕头烧香。弄一小泥娃娃回来，其实是偷一个娃娃。对，说这孩子弄回来之后啊，后边有那孩子接二连三的就跟着全来了，拴娃娃迷信呢、现在没有了，是，可是这人信，尤其你母亲你父亲太信了、准备吧，京西庙封山有这个娘娘庙，是，都上那儿拴去，对，灵了，咱们也去，嗯，开始准备吧，四月初的庙会，三月中旬你母亲开始梳妆打扮，干嘛这么早啊？哎呦，表示虔诚啊，哦，派人到苏杭二州选来五色的绸缎，做成各种的服装，一件件的试上山，表明自己的一种心意啊。哦，院子里边都挂满了红的绿的各种颜色服装，瞧瞧，所有的家丁一字排开，面冲你母亲站好，你妈准备换衣裳，哎，哎，行，啊，拿帘挡上点啊，讨厌，脸都扭那儿去，哎，转过去，
就是我上头里换去、啊、就为让人瞧见的是怎么着、啊、个性的人知道什么个性啊？换吧，都换好了，准备得了，天天捯饬都准备齐去了，一直等到临出发那天，街坊门口人都满了，哎，都知道你妈是大美人啊，啊，都打算瞧瞧。一会儿功夫门开了，又打里边冲了一辆大二车。哦，现在没有了，现在见不着，过去有这个啊，大马车后边有一根轿子似的，里边坐着人，呵，喧喧腾腾，坐着舒服着呢。对，车搁到这儿，你母亲把里边出来，电不灵腰，唰。转身就上去了，我妈还练过，街坊都鼓掌，哟，好，啊、好，哟，好，哟，太好看了啊，好美人啊，车把这一扬鞭子，嘚儿驾，呜，呱呱呱呱呱呱呜，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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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过去这什么声啊？这是，这旁边又过火车，这边追击，你知道吗？真够乱的。眼瞧着就来在了妙峰山，嗯，你母亲下了轿子一瞧，呼。山很高啊啊啊！怎么能爬上去呢？嗯，旁边老妈子过来了，嗯，夫人呐，干脆这样吧，做个二人抬爬山虎吧。是，那不行啊，这咱们这个心态啊，老太太能知道吗？老佛爷怪咱们，您放心，没事的，心意到了，老娘娘不怪。来吧，来一二人抬，把你们抬上来，直接赶奔山上，来到了大雄宝殿。一切都准备齐齐了，等着你母亲拴娃娃。哦，这时候看出你们家的能耐来了。怎么呢？准备要进山。什么叫进山呢？嗯，为了烧头骨香，凡人不得在此，全轰下去。也就是你们家啊，换二一个人跟这儿也做不到啊。有钱不行，还得有势力。是，你父亲站在这儿喊一声，嗯，闲人闪开，我要进山，别弄你们一身呐、啊。我爸爸这就进宫了啊！进宫干嘛？当太监呢？怎么了？净身干嘛呀？净什么？净山。你爸爸这舌头不老利索了。嗯，我要净身山、哎、啊，山啊，山山，净山回身，还是拿着点什么劲？是，说不利索这事儿是。净什么的？没事吧？这都干净，都轰走，老百姓都轰走了。偌大的大雄宝殿。就剩下你母亲一个人，您瞧瞧，还有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出去，是啊，是是是，你妈也说了，讨厌，你老和尚出去，哎，小和尚进来，小和尚也不行，你大个大个来，还挑呢、啊，谁都不许留下，有人得敲磬啊，我爸爸跟着不就完了吗、啊？对对对，敲磬，你母亲这儿拿了三根香，老娘娘在上。小奴家缺门德士在下，你妈才缺德呢！别闹别闹啊！李门郭氏啊，那这回咱们唱回包阁楼怎么样？您还拴娃娃呢？拿过这个香来，老娘娘在上，我们在这给您磕头了，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重修庙宇，再塑金山。当这脑袋是不锈钢的，什么声啊？这是你爸跟旁边敲磬呢。您别搁一块儿说敲磬呢。这儿都弄完了，站起身来，准备拴娃娃。哦，掏出一根红线绳来，前面系好了扣，拴吧，看哪个娃娃合适。是，我妈练过戏法钓鱼呢，这是啊。哎，上面有啊，上头拴去，不能拴，怎么呢？真龙天子。哦，地下这个不能拴，怎么呢？这以后这长大了淘气哦，不听话，是找来找去，老娘的这供桌这儿一聊桌围子啊，底下有几个孩子，都谁呀、啊？好看着呢啊，小胖小子牛振华、洛桑、李菁哦、唐小兵，有这仨姊妹在一块儿，你妈高兴了，呵，太好了，哪个是我儿啊？哪个是我的儿啊？这是吧？哎呀，这个弄坏了，眼珠子弄太大了，这个。没办法，就这样了。哎呀，小胖小子太好看了啊，穿小蓝褂子多好看呢、啊、就是这身啊，还拿着七块小竹片呢啊。得了，这就是我的儿子，揣着怀里回家去，没有一个月，这肚子大了，有了孩子，真的好，不服行啊。就是这老和尚多灵啊。哎，
这叫什么话呀？啊，老娘娘真灵，老娘娘真灵啊！哎，你不服行吗？就是，太了不起了！眼瞅着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直到一年半都没生。找大夫一瞧啊，说您这不是怀孕，这什么呀？肝腹水。请您欣赏《梦中》。表演者郭德纲、张文顺。好来的人可是不少，哎，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对，有贫有富，嗯，人人都不相同。是啊，太好了。哦，大伙儿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哦，需要介绍一下。您自我介绍介绍。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看不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大伙儿来这都知道啊。哦，这个老爷子叫张文顺，是我。后边有李文山、王文林、邢文昭，对，这都是穷人。跟你比就是穷人。我是有钱的人啊。您有钱。这个坐公共汽车来的，这都王文林更惨，走着来西三旗住。住西三旗，昨天夜里就出来了。什么夜里？夜里就出来了，走一天。你瞧这啊，你看跟咱怎么比啊？那您呢？我是开车来的。我好吧。车里的没安暖气。我是开车来的。哦，这两天这车也不怎么有毛病。怎么了？怠速低，我以为是化油器脏了，今儿刚才看了才知道。啊，是脚蹬子掉了。您要车要这样啊，您这车脚蹬子掉了，您这尾气都不合格，是不是啊？是不是？嗯，说句良心话啊，人有穷富，我还有阴阳。那不假啊，我当初也没钱。哦，我也曾经很落魄。是啊，我愿意跟大伙儿叨咕叨咕啊。您说说，当初穷的都没法说了。是吗？住的房子千疮百孔，呵，门口过辆自行车一塞闸，吱，房就塌了。这好，这经不住声音。到这地步，嗯，啊，一两天不吃饭很正常。呵，瞧谁都像烙饼。对，饿眼呢。怎么弄？这是感情，这人要是穷急了眼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那倒是。你说我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我得发财呀。是啊，我劫银行去。劫？可能国家不让。干嘛可能啊？压根儿就不让。是吧？嗯，我劫道吧。那天我真去了。嚯，我真去了。我拿把刀，你瞧瞧，我站在胡同口，呵，等着吧。行，一会儿来女的往外一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你瞧，拿钱。一问才知道，怎么样？这是一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她五块。这么干就对了。我一琢磨，要照这样劫道，再有半年连房都卖。劫一回赔五块钱，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一走到燕莎商城那儿，我就掉眼泪。你哭什么呀？这么大的买卖，什么时候是我的？别做那梦了，您别做那梦了。长志气。长什么志气？存钱。攒钱，给他买过来。存了仨月一扫定了。怎么样？连那门都买不下来。那门就十五万。这是当初。哦，后来咱们就行了。后来怎么行了？这也是该着刚着啊。啊，有一天走到那个东直门那儿。是。哦，晚上夜深人静。是啊。打我跟前儿，什么？过去一辆车。什么车？屎车。那玩意儿提鼻子一闻，呵，这香啊。嗯，那拉粪的车怎么能香呢？那屎车。是什么叫屎车？大使馆的车。嗨，您就说大使馆的车去吧。这辆车啊，啊，拿香屎都呕透。呵，太好闻了。嗯，后备箱一开盖，怎么样？掉一大编织袋来。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瞧瞧，提着这个路灯底下啊，给拉锁啊。嚯，怎么了？都是美金呢。美元都这么厚一沓子。哼，有钻石。哼，钣金一个。下去啊，这是人家的呀。金条。哼，我捡的就是我的了。呵，瞧瞧什么行为。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转眼富家翁。瞧瞧，谁想得到。呵，郭德纲发财了。发财了。弄回家去数数。数了半个多月，怎么样？5000多万美金。嘿呦妈呀，还了得吗？怎么花呀？想当初穷，现在有钱了。有钱了，我得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怎么报复？吃喝玩乐，享不尽人间富贵。先说吃。
吃，敞开了吃吧。啊，都吃什么呀？吃担担面、炸酱面、哼，牛肉面啊，鸡蛋面，哼，烤羊肉串吃。哎呦妈呀！我烤一大肥腰子吃。哎呦妈！哎呦，前半辈子想这个，好像想那口。我来件带领儿的褂子，哥。带面的褂子，买一瓶矿泉水喝。嘿呦喂，买一斤西瓜，呵，一斤。买馅儿饼，买馅儿饼。枣饽饽，枣。买俩 BB 机，一汗显一数字。家庭，这回再存自行车，咱们也不划价。嗯，哦，二分钱还划价，您太惨了也。好，要多少钱给拿？这行，不叫事儿。北京城大部分买卖都是我的了，收过来了。都什么买卖是你的？燕莎是我的，瞧瞧，燕莎知道吧？知道，燕莎我的，是啊，赛特，你我的，你看，搜狗，搜狗怎么样？长安、双安，这都是我的，都是你的了啊！你信啊？你得信啊！你信啊？哦，信，我信，我信。你上那个赛特，你去，我去，那17000一件的裘皮大衣，怎么？你到那儿一提，我马上就给你，马上人就给我了，轰出去了。嗯，我一人去了不行，咱俩人一块儿到。哎，您跟着，就报警了，就抢人家，没人穿了，这谁穿那个现在？嗯嗯，是不是？我的都是我的。还有什么是您的？京津唐高速公路，怎么样？我的。呵，京沪高速，怎么样？我的。呵，京沈高速，怎么样？我的。嗯，京九铁路，您的。铁道部的。废什么话？那个火车是他的，火车哦，哎，那个轨道跟那趟路线儿，那是您的，也是铁道部的。您这不都废话吗？我说倒过来，他不卖给我，人没法卖，他不卖给我，嗯，不卖不卖吧，啊，买车，咱自个儿买车，哟呵，我一气买了40辆车，四十辆什么车？别人买车一辆两辆，咱们40辆车，四十辆什么车？奥拓，嗯，奥拓，奥拓。40辆奥拓，奥拓啊，40辆奥拓干嘛用？四十很有用啊啊！40辆奥拓排好了，拿铁丝都吊上了，嗯，开起来跟火车一样。就您那假铁路受不了，我就爱跟铁道部怄气。瞧瞧，你不卖，咱自个儿弄。那年啊，玉泉园家具城着火，对，站马路边看着，嗯。一点都不心疼，烧去，是往心里去。你是往心里去，没你什么事儿呢，里头。讨厌，讨厌，啊，这个车都开腻了，奥拓开腻了。嗯，这玩意儿弄点什么新鲜玩意儿？那有钱得想点新鲜的。哎，看老电影想起来了，是想起什么？有洋车呀。您说这黄包车，这现在可没有。哎，现在没有了。这没坐过。是啊，我来这怎么样？啊，来。这那可以，得定做去。这做一个，花钱啊，设计图纸啊，找那车辆厂给我做一辆。对，黄金打造，黄金全金的，全是金的。呵，安着宝石，呵，蓝宝石、红宝石、黑宝石啊，都安好了，嗯，啊。有脚铃，懂吗？太懂了，拉洋车的白虎坐在车上，嗯，拿脚踩，叮当叮当。几个？有钱的人安俩，一脚一个。我这是仨，我这是仨。不是仨人怎么踩啊？你看我西装革履拄着文明棍儿啊，俩脚一脚踩一个，手里那棍儿还杵一个，是吧？这趟回来我比拉车的还累。嗯，啊，对了，您这手脚乱忙活，就是有钱的。嗨，有钱折腾吗？太有钱了，嗯，买帽子，买礼帽，17顶17顶怎么戴？那戴上好看吗？跟烟囱成精似的。我说那玩意儿寒碜。6月3伏怎么样？狐狸腿的大衣，4件4件那么穿，那不热吗？底下光着屁股。这个好啊，这玩意儿太有钱了。嗯，这个吃它是有限的。对，能吃出多少钱？能吃多少钱啊？花钱上外边花去。对，出去糟去，出北京旅游。旅游怎么样？好啊，天下美景看一看。对，都转遍了。都转哪儿了？6朝古都咱们都去啊。啊，都去。大兴啊，丰县、延庆、昌平、平谷、密云、怀柔，啊，不，都去。你们到回你老家看看去啊！不开眼的房山县呢啊！这都名胜。您去这都是北京，没出北京的名胜古迹啊，都转遍了啊。后来有人说你不能可着北京转，就是往外走，远点儿。哪儿呢？哪儿？选一个世外桃源。哪儿？保定。啊，
200里地，好地儿啊，好地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啊。那怎么好地儿？听说最近天安门要往那边挪吗？没这事儿，没这事儿。保定好地儿，保定怎么好地儿？有句话吗？哪句？上有天堂，下有保定。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下有苏杭啊？什么苏杭啊？反正没保定。有一歌夸保定啊。啊？怎么夸？有一歌夸保定。怎么夸的？保定府美景盖世无双，保定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我今儿才知道，苏州跟保定一个地儿。嗯，好，去吧，去。来到保定一瞧，呵，怎么样？大街上人来人往啊，敞开的来吧，啊，吃喝玩乐是吃。保定好吃的东西太多了，也有啊，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怎么都是驴肉啊？怎么都是驴肉火烧？也有不加驴肉的啊？那还是火烧啊？啊，吃，玩命吃啊！啊，吃饱喝足了啊，住店吧，得找一宾馆，找一个很好的酒店。什么酒店？保定最大的酒店是什么名字？叫驴火国际酒店。怎么还离不开驴啊？啊，驴火啊。老板原来是卖驴肉火烧发家的哦，啊，住，全包下来了，都包下来。这七层楼，别拍了，这都是我的 啊， 啊。这回我可发财了，这回发财，住过楼上楼下敞开的住啊。早晨起来饭厅里一坐啊啊，40多个服务员伺候我一个人，就伺候你一人，两边都站好了，嗯，大桌子铺着台布啊，来块展桌，那叫展桌啊，那叫口布啊。啊，怕脏衣裳，对对对对对，塞好了，弄好了啊，这都摆上了。哎，红酒啊，啤酒啊，白兰地呀，什么这个沙拉呀，果盘啊，鱼子酱啊，嗯，火烧啊，啊，我老忘不了本命食。哎呀，我说加着鱼子酱吃，哼，吃饱了站起身来擦嘴啊，出去玩去，玩去。服务员都站好了啊，服务员，先生慢走啊，先生您好，先生干什么去？你老冷，还纯保定味儿是吧？有功夫学学普通话，你管我干嘛去？就是上大街啊！哎呀，不错呀！好，东瞧瞧，西看看。嗯，打对过来了一个人，哟，这个岁数得将近80岁了，年纪很大了。因为这个头发都呛着，哟，一脸的滋泥。谁呀？这是瘦长脸儿哦，大眼珠子，呵，大高个儿，哟，一肩膀高，一肩膀低。哎，走到我跟前，咕咚就跪下了啊！德刚，熟人，你是德刚大哥呀？啊，熟人，是德刚大哥呀？你谁呀、啊？这是谁呀、啊？你谁呀、啊？谁呀、啊？我是张文顺的父亲。哈，我父亲，我爸爸也这味儿。德刚大哥啊，啊你不认识我了？哟，您怎么这么落魄呀、啊？这是谁非礼你了？是怎么着啊？嗯，多惨无人道啊！穿的戴的这身上下跟个乞丐一样，甭问呢。你等会儿啊，我就不明白了啊。咱俩都是爷们儿，我爸爸管你叫大哥呀。人一穷啊，咱就只能拿辈儿招齐，你知道吗？有钱大三辈儿，没钱小孙子。再一个，他这么说，他是有求于我，我能答应吗？对，我能答应吗？我说也不能答应，为了身份了。哎，起来吧，兄弟，来。还是答应了。我不这么，他不起来。行了，我说您怎么这样？不说不错吗？在北京啊。我爸爸上那干嘛去了？哎，我跟你说呀。行，来下来吧，下来吧。这个相声啊。我爸上那干嘛去了？告诉你啊。嗯。我差点没死在这儿。我爸爸。啊，我一直做生意，你知道吗？我爸爸是搞建筑的。我知道，我搞建筑，带着一帮工人干活。是。接了保定一活，我没死在这儿。我说你怎么回事？什么活啊？嗨，带着人来都弄挺好，人把图纸给我了，一看呢，盖一40米的大烟囱。哦，我说弄吧，都盖完了，人家本家来了，兵帮五次打我一顿。哟，怎么给人盖的呀？图纸看到了，实际是挖一井啊，上下差80多米。哎呀，你这不是倒霉催的吗？没打死我呀！能不打你吗？一分钱都没给呀、啊！能给钱吗？工人也都跑了，嗯、剩我一个人跟这儿 啊， 啊，沦落街头，我怎么办呢？我啊，困到保定了，您得帮助我啊！没得说，没得说，走，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哎，这还够好，咱们奔那个驴火啊，就您那国际宾馆酒店那儿啊，对，赶紧吧，
给洗澡换换衣裳，好，都弄好了，把饭店经理叫来。啥？这个人啊，可不是外人哦，这是我们北京有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张文顺先生的父亲。我爸 他叫张老顺。他，我们这字儿都挨着呢。你大户人家他排字儿。行了行了，对他啊要客气，嗯，一定要客气。我的钱就是他的钱啊，他想吃什么给他弄什么，想睡哪儿就让他睡，知道吗？嗯、想怎么着怎么着，你跟你这么说吧，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们俩是一个人。你就是我爸爸。啊，你干脆你就这，你就是我爸爸就完了。不是不是，不是，您这辈儿上找点儿情儿 啊，但是您够朋友。哎哎，对对对对，哎，您还真够朋友。没想到，嗯，慈心生祸害。怎么了？真的，咱有什么说什么。怎么了？你父亲这人性太次了，办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那天我出去办事儿、嗯，赶等再回来，怎么样？你们老爷子给我来个卷包会，不能吧？一分钱都没给我留啊！哟，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衣服都弄好了，雇一搬家公司的车，等拉走了，多狠啊！给您坑了，我都傻了。嗯，哪有这样的人呢？是啊，经理直劝我，关先生啊，别着急，别着急，不要紧的，这个天下这个事啊多着呢，都什么人都有，是不是？嗯，你在我们这儿住了不少日子，也花了不少钱了，瞧瞧，赶紧回北京吧。对，我也不能看着你这样，是吧？会计，打开保险箱，嚯，别给我先生拿一毛钱。瞧你这人缘，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啊，江湖险恶，人心叵测。嗯，想当初我住在这儿，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现如今没钱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不就这一毛钱吗？我一咬牙，一跺脚，一捶胸，一狠心，得了呗！不要，给我吧。嗨。一毛钱要他干嘛？一分钱谁白给你啊？嗯，揣着一毛钱出来，这会儿已经是十冬腊月，大雪纷飞啊！走到保定大街上，自己看自己这身衣裳都惨得慌。穿的什么呀？光头没有帽子，上身穿着一件棉袄，说是棉袄，就袖口这儿有一两棉花。那翻毛大衣啊，六月穿过去了。底下穿着塑料的一条西裤。嗨。穿着一双塑料的拖鞋，瞧瞧，走到大街上，嗯，迎着这个风，寒风扎骨头，寒风刺骨，死的心都有。别想一想原来啊，花钱都不叫事儿，现如今一眨眼的功夫，我穷了，没钱了，哎，怎么了？在中途啊，不应。穷还带着家伙呢，我也纳闷儿，穷成这样，谁给我添这一摞呀？谁给你添这一摞呀？嗯，怎么样？旁边小饭馆怎么样？伙计给这客人撤桌啊，端出一火锅来，嗯，咚，蹲在门口。哦，我一想，嚯，怎么样？这东西咱吃过呀，啊、涮肉，它叫火锅啊。是啊，你看这飘着有肉片儿，有油麦菜，是、啊、有鱼丸，哼，这得着吧，捡着。周围没人呢，没人，往前跟身进步，搂到怀里，哎呀，热，太暖和了。跑，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正好旁边修桥啊，有一大桥墩子，嗯，背着风，背着阴凉，哦，就这儿吧，就这儿，先吃点东西暖和暖和吧。瞧，一瞧这里边太丰盛了。是啊，这个什么？是肉片，肉片，呵，
这个什么？这是鱼丸。哼，这是什么？这虾丸。哼，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玩意儿？就是跟那鱼骨似的。什么呀？这是？嗯，嚼不动。怎么了？这是谁的假牙？嗨，谁把假牙掉里了？我你瞧，整个上面这半片儿。扔了吧，扔了可惜呀、啊。那干嘛？可惜，找一根棍儿绑上，当痒挠用。他那不糟的弄你。吃饱了，喝足了，挠完痒痒，还大痒痒，抱着这火锅，暖暖和和。可是乔蹲这儿睡吧，睡呀、啊，睡吧。啊，正睡着呢。啊，迷迷糊糊，正是三睡不睡。哎，那这四睡不睡，我还漏一睡。是，这么穷还漏睡。就这会儿功夫啊，啊，就听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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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什么响？睁眼一瞧，呼，怎么了？跟前停一直升飞机。嚯，嗯，哪儿来的飞机呀、啊？哪儿的呀？我赶紧坐起来了哦，把我这武器就这痒痒挠抄起来了。嗨，那没用，万一有人要抢我这火锅怎么办呢？呵，过来我就挠领了。门一开，打里边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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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蹦下十个大小伙子来，什么样？都是二尺郎当岁，嗯，倍儿精神，一个个都大背头啊，穿着黑西装、白衬衣、黑领带，底下黑皮鞋，戴着白手套，一人还弄一墨镜，瞧瞧。这电影里边黑社会，这不是一帮黑社会吗？啊，十个大小伙子啊，这黑天半夜戴着墨镜，这神买卖这是啊？就是干嘛的？这有个事儿啊，十个人一站站齐了，挺齐的。顶头的人说句话，好，左转，咣，呵，全转身啊，站一排，嗯，一个一个扶着肩膀，瞎子，十个瞎子，怎么操的？不是不是不是，头、啊、头一个那不是啊，哦、对对，头一个不是，文阳是走不了道了，头一个不是，来了跟前儿跟我四目相对，怎么样？我傻了，你别过来啊，挠死你啊！你什么地看我？什么？他把眼镜摘了。啊，顾老爷，您好。呵，这不对呀、啊，你们这有亲戚？没有啊，那怎么叫你顾老爷？叫顾老爷啊。他喊什么先生、哥哥、兄弟、叔叔、大爷，对、啊，这都可以理解。是啊，叫哭了，这是怎么回事？甭问呢啊，这里边得有一姑娘。那当然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我说那个，你找谁呀、啊？嗯，顾老爷，嗯，您别跟我们装了，找您我们可费了大劲了。瞧瞧，你找我啊？你认错人了吧？嗯。不能，就您这样的磨成灰我们都认识。是、啊、找您呢、啊、我们赚了半年多了。瞧瞧您瞧了吗、嗯、都累坏了。嗯，开着这飞机各处找您，瞧瞧，我们去的地儿太多了。哦，我们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县、沙城、宝安、下花园、金庄的、歇华、沙岭的、林肯、张家口、台沟、西门，你不用背了，我知道啊。你给他接下的，你就说什么事吧。对，您怎么了？嗯，您怎么了，顾老爷？没别的事儿，接您回家呀。您赶紧回家，你瞧瞧，他让我跟他回家。那您怎么办？不去。我不去，我现在沦落成这样啊、嗯！这回去家里人多笑话我呀！不是您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得问问呢、啊，我得问问。要说别的，找儿子、找孙子这都没事啊，这怎么没事？跟着上家去，一瞧错了、嗯，你不能让我白走吧？哦，你不得给我俩钱吗？是不是？对，你唯独认姑爷，这认错了受不了，你知道吗？非非挨顿打不可。那怎么办？我得问问家里人多不多。哦，您这句话是问？我问家不多，我不去，笑话我。哎呦，顾老爷，您怎么了？家里哪有别人呢？啊，我们这些是工作人员，是伺候您的，就是老太太和姑娘一个人，您怎么还多心？哦，娘，就一老太太一姑娘，瞧瞧，你说这事儿，你去不去？我跟人先看看去，行，瞧去，来吧。上了飞机，开了有20分钟，哦，飞机缓缓落地，我一瞧，哎呦，就这大宅子多大？金碧辉煌啊，嗯，简直能跟故宫相提并论。是啊，两旁边人都站满了，哦，鼓乐齐鸣，欢呼啊。门一开，又打里边四个老妈子搀着一个老太太出来，嗯，甭问，这老太太是本家的老奶奶。那怎么证明？他绝不能四个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出来。哦，对，搀着本家。我赶紧来的跟前，这干嘛赶紧捂脸呢？挡脸，别人不万一认出来怎么办呢？哦。跟着有人过来就搀着我，赶紧拦着，这一抖了袖子坏了，怎么了？那二两棉花出去了，瞧瞧，这成假袄了，彻底改假袄了。哎，迈步来到里边，嗯，老太太很高兴啊，哎，这孩子就是这门命啊，说一回走了，说一回走了，瞧瞧，这回行了啊，可把你找回来，快洗澡去吧。得，身上好多什么味儿？嘎着窝都孜然味儿了。
洗，这回裤子快快洗，洗洗干干净净的，怎么样？弄点八色啊，喝，来点那铁爆花，啊，拿小撮往下撮着泥，瞧，弄干净，穿衣服吧，穿衣裳，秋衣秋裤啊，毛衣毛裤，嚯，棉衣棉裤，嚯，大棉袄二棉袄，棉袄样套一毛坎肩，呵，穿好了，你穿这么些干嘛？万一认错了，轰出去卖着吃也吃半年了。嗨，心眼都长这儿了。都穿好了，四个工作人员把我从窗户就搭出来了。哎，咋不从门出去啊？哎，穿这么些走门过不去了。嗨，来的这屋金碧辉煌，雕梁画栋 啊，太讲究了。怎么讲？这摆着四个大炉子，都这么粗大，大火炉子，那火苗子九丈高啊。房子多高？七丈啊。哇，那火苗子比房还高。开一窟窿走火苗子，这不是折腾吗？往这一坐，嗯，老太太数了我啊，怎么数了？你这孩子真是，你哪能走啊？家里都指着你了，半罐家财全靠着你了。哦，啊，别走了，宅一个好时间啊，让你们俩结婚就得了。瞧瞧，旁边有一老妈子说话了，怎么说？老太太，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别耽误了。哦，好，老太太吩咐下去，赶紧准备，让姑老爷今天就成婚。吃吃了，听见了吗？啊，他让我结婚，结婚，我能随便答应吗？那个，我得瞧瞧这姑娘漂亮不漂亮啊。要是漂亮，漂亮我就跟这儿忍了；要是不漂亮，我也跟这儿忍了。那怎么回事？我出去得饿死。嗨，都准备好了，有人扶着我来到绣楼，一瞧这小姐太漂亮，大鼻子一闻，这姑娘身上一股子麝香，这人都长出麝香味来了，太香了。姑娘冲我一挥手，怎么样？见不灵腰往前就走，就听咣当一声，可了不得了，火锅也摔了，脑袋瓜子也碎了，脖子出一大口子。你不是入洞房了吗？我桥墩子上睡觉呢，做梦呢。谢朋友们啊，哎，咱们这段叫梦中婚，这改良也是本来是传统节目，哎，咱们前辈名家高德明先生演绎的非常的好，对啊，是学人家一点皮毛，哎，在这个基础上呢有所加工，对，传统节目就是这样，嗯，你既不能一棍子把打死，哎，传统节目一点好的地儿都没有，这个不对，对，你也不能说完全把它都继承过来，那个时代的事儿现在没有，哎，有的话现在听着呢，大伙不太理解，对你这样的前后呢。把它安排一下呢，使这个节目还不至于死，哎，是不是？对，其实说句良心话啊，啊，我这个人呢啊，比较喜欢一些新鲜事物。是啊，哎，新鲜事，很关心这些个事儿。嗯，这不，咱们国家从去年开始有一个新的规定，什么规定？可以宰人了吗？是吧？我很高兴啊！哎，去年宰了一个，行了行了，希望明年就别胡说啊。没有那日子，有什么时候也不许宰人，允许宰人了，现在允许了，怎么宰人？弄一飞船把人宰了，啊，那叫宰人上天，对，那叫宰杨丽伟吗？是吧？对啊，先宰了杨丽伟，什么宰的呀？啊，宰人上天，宰人上天，对，太好了，我喜欢这个啊。哦，你说我干那个去，比这个挣得多吧？那当然了，啊，这要当个飞行员上船，啊，飞船上天，啊，这一个月还不得1000多块钱啊？一千多块钱呀？我估计啊，药费能报销40%。哎呦喂！你信吗？您我要跟天上夸炸了，这药费报50%。嗨，我得练这个，我得练这个。那怎么练？喜欢这个，哎，我好干这科学的事儿，哦，知道吗？怎么练呢？啊？怎么练呢？怎么练？人家说，首先说得练这个不晕。对，天上飞转，哇，不能晕。对，好，不晕。这得好好练练。来来，门口有一个小花园，哦，里边有这个小孩玩的那小椅子，转椅，哎，坐在上面一转挺好玩。对，我来这个，你先试，我把孩子们都轰进来。哦，我坐上面，推推我，来来来来，哇，推，孩子们高兴，推着我转，嗯，转了30多圈，停了，完了呢？哎，我这苦胆吐哪儿去了？您那受不了，看来这个一般人还弄不了这个，练不了，练不了这个。哎，练练高，练爬高，不运高也好办。对，对，站得挺高，往下看，对，锻炼胆子啊啊，嗯，练吧，练怎么练？练吧，哪儿高啊？哪儿啊？我离着国贸近。哦，国贸那大楼够高的吧？是，来吧，嗯，爬上去，站顶子上往上看，怎么样？我，嚯，太高了啊！是啊，那也得练呢。正练着呢，来个警察站底喊，嗯，哎，下来吧，嗯，工头答应给钱了，拿我当民工了。
先感谢朋友们啊，这个能力是假的，这个力气是真的。哎，不假。张先生最近身体不是特别好，哎，有点小病，也不是大病啊。对，非典艾滋癌，这仨得一样就活不了。得喝点酸梅汤了，倒是见好。那叫鸡尾酒疗法啊，管用是吧？管什么用？行啊，反正有时候大夫上后台来也说，都注意啊啊，离张先生远点啊，这性病传染是吧？姓没毛病啊，姓张一点毛病没有。张啊，啊对对对对，就说姓张，就说姓张。谁说姓？反正身体不太好，哎，有点小病。哎，但是呢，我们愿意老爷子身体健康。哎，对。所以说这次接他出来保外就医在这儿啊，我也担着风险。从医院出来叫保外就医。有点事儿怎么？从法院出来叫保外就医。啊、医院出来那叫家庭病床。家庭病床。对。啊，就这次监外执行呢，我们就。你怎么都是这词儿啊？嘴也不利索呀。啊。我愿意您身体健康。哎，都这样。愿意您身体健康。我原来学过医。您学过？我说一下之前学医。嚯。学中医。我曾经在同仁堂上过班。呵。真的，真的，但是那会儿啊，说良心话，站柜台卖药、卖中药啊，哦，我不老安心的，不安心，愿意说相声，哦，愿意说相声。有一回抓药给人抓错了，那也有点常识啊。就是抓药抓错了，怎么抓错了？来一病人啊，闹肚子，闹肚子，腹泻，哎，给我开药，开药，拔豆啊，大黄啊，黑丑白丑啊，泻液啊，这叫泻药娄子了。是啊，我哪知道去？我还带课间药，都熬得了一大碗，给拿双筷子来，快趁热来，快都喝了吧。这不娄子吗？经理出来，别喝。对，喝完死了啊！晾着吧，晾着吧啊！对不起您，这是您的药拿错了，他走了。经理骂我，你要疯了啊！他本来窜稀闹肚子，喝完这碗啊，好、啊，非死不可呀！那可不是吗？你太不想，你好好琢磨琢磨啊！还有这把药这事儿啊，怎么办？这国家财产，要不你掏钱把它买了，要不你喝了它。我想你怎么，我想你怎么办？我确定你喝，我哪能喝啊？喝完我也完了是吧？花钱买这不值当，我买这个买是吧？正着急呢啊！这打外边进了一个病人，说啊，什么病呢？什么病、啊？咳嗽，可说不出话来。上呼吸道感染，寒病。啊，行，没事没事，抱起来，把这喝了，来，喝。真听话，拿起来就喝，喝完转身出去，出了这个同仁堂五步，站那扶着电杆子不动。我从经理出来了，啊，怎么这药呢？我说我给卖了，卖就卖那个。卖这他什么病？什么病？他咳嗽啊，胡说八道，咳嗽喝那药管用？那能管事吗？太管用，你看看，哎，你看他还敢咳嗽吗？你看。京剧叫方元会唱得非常好听，咱们秋无戏期啊，来秋胡大马奔家乡，新人路上啊马蹄呀忙，坐立吊鞍云母王，见一位大嫂手攀桑，前迎好像罗妇女，后迎好像我妻儿王，奔当乡前相亲山东朋友用山东方言演唱时别有风味，好，上上这段山东二黄，哎，有点意思啊。可我混打马家的李雄爷，那个鲁啊啥子马八听啊提啊，自己咋家了拼啊难，怎么个叫切法？这一拍这个啊，开始啊，然后呢说完了定场诗啊，就开始表演节目啊，再一拍这个就该交钱了。也拍这个啊，这得交钱了。那当然了，我这边街道可方便。谁害你老提街道？有人给钱吗？当然有了。哦，这观众啊，今儿没有，这都是先买的票。哦，这都是先买票。这么回事啊？您买票了没有吧？没有，我没买票，那您就盯着这个。啊，是不是？您说您的。哎，啊，人生在世，天天天，娶妻生子，年年年。高官得坐，美美美，伸腿瞪眼，玩玩玩，四句定场诗。哎，这梳头呢，说的是人间的这么一点经历。这个人呢，您瞧瞧，有好有坏，有高峰有低
你瞧瞧，这个规矩不能坏了。哎，让您破呗，让您破呗。说您了，说您了。哎，说人呢，得意时不要忘形，失意时不能落魄，对不对？人各有志，人活就是志气。今天呢，咱们说一回啊，明朝的故事，开始。这玩意儿太快了，不听得懂了。哎，公元1368年，朱元璋登基。到1644年，崇祯上吊，大明朝300多年江山，传到崇祯这儿了，这江山要完。这天呢，他信步闲游，来在后门，要发生故事。哎呀，这个热闹了，这隔壁街道上快啊！哎，听吧，马上这热闹就来了，也太棒了。今儿我卖点力气，我多说几回。那么崇祯爷呢，信步闲游，抬头呢看见方砖厂口工洞口上啊有一册子。先生啊，先生，我们这儿说书呢，您要想起家伙事来，别跟这儿哭。您说您的，您耗得哭，您耗得哭，不让哭，不让哭，这不让哭。哦，您耗得哭，您说您的吧。啊，崇祯一看那册子先生围着人不少啊，这是干什么呢？嗨，回来。您哪儿的丧事这儿哭来了？不是不让哭吗？是这儿不让哭，那儿哭去啊？那儿不行啊？您耗子哭去。哦哦哦，这位哈，这花这30块钱怎么的？那么一看这位先生一看这，嗨。怎么的了？你哭上了你？我哭我难过呀，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哭了，我一瞧你这30块钱，我这个眼泪我止不住了，我。你要心疼这30啊，这是您自愿给的。不是是，我们也没强迫你。不是，我没说别的，我就是。还是呢？我勾起点心烦了。那你有什么心烦事啊？想起点家里的事。家里事？那您说说，咱听听。这30块钱可是您的。是我的呀，给了你了，不能往回要。那您多对。可是这30块钱有故事。这30块钱有什么故事呢？哎，老先生啊，你是不知道。哦。我跟你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我有爸爸。这一样，这一样。我那个爸爸是男的，不是我那爸爸，不是女的啊。哼，这都一样。我那个爸爸还有爸爸，你知道吗？这嘛，是人都这样。哎，我那个爷爷，他没能耐。哦，爷爷，能耐怎么了？种地吃。那个人那不算没能耐。面朝黄土背朝天，那这样人多。对，这一辈子没挣着钱。这样人很多呀、啊，到临死就挣了30块钱。那年头，哎，可不也是吗？临死的时候怎么样？把我父亲叫到跟前来。把你爸爸，小啊小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吧。跟你爸爸要说事儿。哎呀，我讨个大说呀，我是你爸爸。呵，爷俩就别那么合计了。现如今呢、啊，我这个身体是不行了，身子骨，我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嗯，刚说到这儿，怎么样？就吼一声，死了。又接着说了，呵，我也别看病了啊，我也别吃药了。哦，我是不行了。嗯，说到这儿拿出30块钱，怎么样？拿手一指这个钱，眼往上一翻，他这儿有一声啊，死了。哎呀，接着说了，呵，我不能让你猜着啊。
这30块钱啊，怎么样？我就给你了。嗯，买什么也买不了啊，就当个念想。给你爸爸了。以后想我的时候呢，嗯，你也瞧瞧这个钱，就如同看见爹是一样的。这是跟你爸爸。以后呢，你把他也给你儿子。嗯、说到这儿，我爷爷咯一声，要接着说，就死了。嘿，没猜着。我爸爸带着我呀，怎么样？上了北京来了。哦，上北京了，给人家打工啊。嗯，干点硬活也不错。我爸爸也没能耐呀。怎么了？混了一辈子，快死的时候也就剩这30块钱，还是家传这30。临死的时候把我叫到跟前来。怎么说？儿子啊，哎呀，我这事儿就别打折，占我便宜。谁占你便宜？我吃亏了我。你这个人没好心眼子。谁没好心眼子？你欺负人家？你顺口答应。这个玩心太大了，你这人。说，我爸爸说，儿子，哎呀，他学坏了，他不答应这个。我还不记着呢。这个爹要死了，怎么样？我呀也没有别的给你，嗯，就是这30块钱。哦，你留个念想吧，嗯，以后也给你儿子。刚说到这儿，我爸爸这儿接着说，死了。嗨，他比我爷爷可催多了，比你爷爷死得快。可是我是太恨我爸爸了。为什么呢？他没能力啊。哦，他也没挣钱啊。嗯，他管不了我呀。啊，我娶不了媳妇啊。瞧瞧，没媳妇哪来的儿子呀？这倒没儿子，这个钱给谁呀？给谁呢？老先生啊，你拿着花吧。拿走，拿走，去，不要。这钱不要，你过年不给了，我断了你们三辈儿都要这钱。哦、你拿着，得了，去吧去吧。你看你这人，你给你不要钱，你不要不要。你看这钱不要，哎，看着不老高兴的这。这你赚起来吧，你别我跟你逗着玩呢。不是您这好几辈儿了，不容易啊。不，你留着花去，拿着吧，拿着买辆车。没朋友啊，买什么车呀、啊？买套别墅。哎呦买，别墅用不了这么些，来这，啊，行了。那不说别墅啊，连买花都不够啊！你怎么的？你把我踹出来了？出去了吧？你说你多得详细要再找我啊！得了，嗯嗯，永远不惦记您这30块钱。你看这个人他不识逗啊！没对你们开玩笑，不识逗，开玩笑。我认识你了，跟别人都这么说话吗？认识，也就是跟你了。你瞧瞧，你姓？我想想，认识。给嘴边挂着去，姓张。还真认识，对吧？对，你别说，别说，我指你叫啊，张文，对吧？有门是吧？有门。张文神，文神呐、啊？不是，蒋门神，蒋门，快活林，不是小提琴，不是，你这找辙的是怎么着？我这个一气之我闹不懂这个。张文顺，对，张文顺我知道，我跟你父亲王老爷子咱都熟知，哦、是。我爸爸的王老爷子姓孙啊？什么孙呢？你挑一个。张老爷子甭挑。你爸你姓张，你爸爸怎么还能姓张呢？都这样。哦，都这样。你爸爸姓张？对。你哥哥呢？也姓张。嚯，还有这么巧的事啊？什么叫巧啊？特意挑的。什么特意挑的？都这样。哦，怎么凑的你是？一家子一个姓。哦，我知道，张文顺是我，张先生。对，相声界一个老前辈，这不敢当，了不起呀、啊！哎、啊，让人尊敬。哎，那没我好听你们这个行子啊，您爱好这是不是？相声好，走，净出好角了，是吧？哪个你们这个玩意儿干了有10来年了，百十多年，有吗？有。想当初解放前有个老先生，嗯，也是你们说相声的啊，给你们露脸。是啊，叫哪位？叫什么来着？叫万人齐。嗯，那哎，这多大人缘不、哦、啊？万人齐，你这站住啊！一人齐都受不了，几个人齐？万人迷，那叫万人迷。万人迷呀、啊！什么口条这是？说了好几年万人齐了。行了，打今儿起改了吧。万人迷。对，没有那个上口，你看。行了，什么万人齐？那多好听的。问我的万人迷，还有那个八个说相声的，名字都带德字的。他懂得还真多，这是有名啊。那你懂啊？八大缺德，啥啥的八大缺德，这都知道吧？那叫相声八德，是吧？那是我们老前辈，老前辈吧？八个人都死了，对，都不在了，都死了，对，都剩下你来了。哎，我们还有一波呢，是不是啊？对，好啊。怎么好？你是光在这儿演出，是别处也去啊？我们哪儿都去啊，上咱们那儿去。我上您那儿去，外边出个大差去吧。什么叫出差呀、啊？出个红差。什么？这没有红差，红差这是枪毙人。不是，就是外边演出去出个大差。
那这我们上您这儿演堂会。对，外边演干不干呢？怎么不干呢？我行了，哎，行了，没事了。哦，我请你。哦，你们请我上南边那儿演去。上您这儿演去？上南边那儿去献去吧。啊，上南边那儿献去。上您这儿献演去是？不是，您现场演啊？现场演。南边那个堂子都预备好了，上南边那儿献去。洗澡啊，是怎么着？演出嘛，这上堂子里演行吗？那叫会堂，那叫礼堂。什么叫堂子呀？礼堂是吧？对，行嘞，行嘞，去不？去啊！那好极了，可以啊。这个你这个一个人可不行啊。哦，您还要什么节目？俺们用的多。哦，哎，你们这有那个拿着那个板子，呱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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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您说是这个？这什么？这叫数来宝，也叫快本书，有没有？有，有。我们连学，让他去。对，可说好了啊。钱是一块儿给，可他跪在那儿咱要钱，咱们不给啊。不，什么叫跪那儿要钱呀？都由我一块儿结账。那行，那行，你给找啊，你给找。有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来个牲口吧，来个牲口。我们这里没有牲口。有，你们演一圈儿里不净是牲口？不，谁说的？有。您说说怎么个形式？这牲口吗？怎么牲口？他一人出来，一会儿是个猪啊，一会儿是个狗啊，一会儿是个驴啊，他笑那个叫唤那个玩意儿。哎呦妈呀！啊，那叫口技。什么？那叫口技，口技。一会儿学猪叫，一会儿说你学牛叫，那叫口技，那不叫牲口。有吗？有，要一个。哦，来一口。不要那个小演员啊。哦，要个有名的。要名儿。拿出来，拿老板说了。说什么？要个口技，要有名的。啊，找个名妓回来。好，得了。找一有名的说口技的演员，有没有？有，行了，他去行了，行。哪个这场文艺晚饭啊，这仗着你们这好演员了。文艺晚饭呢？叫什么？文艺晚会。文艺晚会，哎，还有那个哪个？哪个那个小竹子管上面有眼儿一吹，我老我老，噗呲噗呲的那炕子。知道那叫什么吗？叫什么呀？笛子独奏。要一场。哦，要一个独子笛奏。这四个字您甭掰了啊！笛子独奏能找不能找？好极了，再要一个，要一个梅花大狗啊！梅花这个没有，都是黑背啊，全黑的。买狗呢这？不是，有那个一个小娘们儿，倒是挺俊的，唱那个鼓，啪啪啪啪。那叫梅花大鼓。你这个舌头有毛病，你看了吗？我有毛病啊！我看梅花大狗，梅花大鼓，这个江洋折的难弄你。谁个江洋折呀？挨不着您这折口啊！梅花大鼓有，这你都能找吗？可得有四个伴奏的。哦，还有四个。哎，对，有伴奏。四个伴奏的。啊，对对对。啊，行。你一块儿都要着他们吧。啊，行行，都要着吧。啊，凡是一共都搁一块儿，有十五支人不？人论支啊，人论挑。十五个人，十五个人。对，行了，这事儿说妥了，说妥了吧？你来收敛吧。哎，那什么，您别忙。怎么着？咱把公事说说。公事？这我们这报酬问题。你们还得报仇去？谁报仇啊？你们真不懂吗？您得给我们报完仇回来再演。您得给我们钱呢、啊。我们演出费得给钱呢、啊。不要钱呢啊！你们这行子还要钱呢？废话，不要钱我们干嘛呢？哦，要钱啊？要钱。哦，行，要钱要钱吧。啊，那还要脸不？这要钱跟要脸挨不上。不是，这个要是要钱，完事该多少钱给多少钱。哦，要脸呢，咱们就把演出费给你们捐给灾区。你跳一下。是这样。要钱要脸。那我们还是要钱得了。哦，那就不要脸了呗。嗯，哦，要不然我们要快说要脸，那就不要钱了呗，是吧？咱这两头堵，钱给你捐了呗。要钱也要脸，啊，你把钱给我们，灾区我们自个儿捐去，您甭管了，行不行？也是个办法啊。什么叫是办法呀？那你们可得自己去啊。啊，自个儿去，你甭管。行行行，那行，那去吧。是去，咱得说好了多少钱呢？啊，这说你说多少钱？十五个人啊，一人。就演一天不是？就是一场，一场不是？一场啊！您给一万五，一万五，一人一千块钱。那我就数数，您数数吧。哎，您这一没多少。一千、两千、三千、四千、五千，哎，六千、七千、八千、九千、一万，哎，还差五个。嗯，哎，别吐，嘿，别吐，一万，不是，这还一只手呢，帮您数。你那脚，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一万五。行行行行，说死了，说死了，哎，就这个价吧。哎，就这。有发票不？有，开个发票，您给我们钱，给您，没问题啊，开发票，行了，行，去吧，去吧，咱得说说地点啊，上哪儿啊？得，地点在哪儿？德国，德国呀，一日飞机票钱都不够，去不了。德国大使馆，那不是在北京吗？我们一块联合办的。嗨，啊，在北京就好办，好找。那么这怎么走？出这个门往西，
还怎么走？还往西？还怎么走？也全往西。老往西怎么回事？有人借你？那谁借呀？西方借银来。死了。啊？不去。怎么的？出殡去是怎么着？你看你这个人不认识道儿。怎么不认道儿？就是你长安街认识不？长安街是认识啊。哎，长安街就行了。哦，长安街有一个那个长安大戏院。您那是长安大戏院，那后神啊，后神哦，耗在胡同里。呵，哪么那么大买卖啊？您这什么买卖呀？豆腐，看豆腐，磨豆腐的，磨豆腐去啊！一到晚上，哪么那个门帘那个亮堂堂、亮堂堂的，亮堂堂、亮堂堂是人长安大戏院。哎呀，哪么照的他呀？哟呵，学他亮堂堂，不学哪么亮堂堂的？啊，你们这门帘照的他，他不过是一万多个灯啊！那倒对呀、啊，哪么也有一个灯啊。咱们有一就您那一小灯泡啊，您不照了，能那么大灯泡呢？哇，咱们也找他啊，十五瓦的，行不行？行了，说辞了，甭管那个了，说辞了，我去，小哥，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啊？嗯，哎，今天是几儿啊？今儿十二啊？哦，十二。今天是哎，怎么了？哎，你这不对啊？怎么不对啊？你欺负人啊？没有，这大伙都是明白人啊。怎么了？你不拿我当吗？没有，姓张的这可没有。怎么了？这是谁告诉你今天十二的？这，你听我说话有口音是吗？啊，这你琢磨着你到底是不是？嗯，这是十二。你以为北京人你就欺负人了？你就不是十二号不远？谁告诉你今十二号呢？啊，你要疯啊你啊！这是十二，还说十二的？你说昨天还十一？哦，是十二号，是十二。十二，十二号你打我四下，记错了。什么脑子这人？明儿是十三，明天十三号，明天正日子啊，明儿去吧。明儿什么时候去？明天你中午早，我想明天你中午十二点。哦，中午十二点，中午十二点，说好了，说好了，行，直接奔那儿啊，直接去。说死你可别耽误了啊，耽误不了，行不行？哎，行，你忙你的，我走了。好嘞，您、啊、回见啊。你戴着帽子吗？你比划比划也好啊，我回见、啊。云山五照不定怎么样，反正哎，张先生，怎么了？想起来了，你别十二点去。十二点怎么了？这十二点人多呀、啊！哦，明天开夜店，你这是多少人呢？瞧瞧，你门口连个蹲的地儿都没有啊！呵，蹲着干嘛呀？一排队，你这排的从线去，你！哎呦妈呀！大了点吧，什么时候？下午六点。您这钟点啊，我跟您这么说，嗯，当不当正不正，怎么呢？您说我们是吃了饭去，是不吃饭去？见外了不是？怎么了？上南边吃去？啊，您这管饭有准备啊？瞧瞧，南边管饭，不吃吃去。不吃，有管饭不吃。咱们老板说了，怎么说？咱们都来吧。怎么样？咱们这准备分局了。夫差哟，来吧。那叫饭局，啊、不叫分局。饭局。饭局，你这个舌头有毛病。嗨、哎，得了，有饭就好办了。我这个推广普通话很有必要的。那我先，嗯，我先行，来饭局。说好了，那我先咱们吃席去吧，去吧。去吧哦，八个人一桌，八个人一领，嗯，那不够呢，不够拆俩枕头，嗯，你这喂驴呢？不是吃炕席呀、啊，一桌酒席呀、啊，哎，酒席，往这一坐，先来大壶酒，你瞧，二斤一壶，八斤一壶的，喝干嘛给那么多呀、啊？一壶，呵。您这是说呀，黄酒是热的，对，是不是热乎酒啊？热乎的，呵、啊，这舌头要了亲命了。这个耳朵有问题，你这谁耳朵？这个什么口条这是？嗯、行了，黄酒白酒，去吧吃去吧。哎，都是好吃的。哎、我先让诸位高高兴。嗯、您这都有什么菜？好吃的哦，四干四咸四梅尖四鹅荤三个菜半四点去。你瞧这玩意儿，都是好的。呵，四干啊？四干是什么？红豆腐、白豆腐、辣豆腐、臭豆腐。四鲜啊？豆腐丝儿、豆腐块、豆腐条、豆腐片。四米线、啊？四米线，苹果豆腐、橘子豆腐、西瓜豆腐、桃豆腐。招进多少水果啊？好东西，这都是啊。嗯，上咱们吃去吧。上你们吃去。这些东西不是给你们的，这也是咱们这是给豆腐神的。我说了，我们吃了我们受不了。不给神仙吃的。瞧瞧，你们吃饭之前咱们得喊一声。怎么喊？下去啥开哟，两边都跑开喽。摔子被车包房上去，给说相声的上了海味哟、哦！请我们吃海味虾酱骨头豆腐，就有多点。
点卤虾酱啊，好吃啊，不去了，腿都软了。哎，小华，妈都让你吃这个呀？那让我们吃什么呀？人正吃的，提前准备呀。哦，早晨起来上早市买得了，有五六斤一块的，七八斤一块的，弄回来之后大柴锅烧水，倒上两勺水，把这东西放在里边，赶紧的续上了，用我这一拉风匣子，咕噜打咕噜打咕噜打，打出来往桌子上一放，外边是凉的，里边还是热乎的。把刀准备好了，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之后把这个碎的麻子里的外边盖上那些个整的，浇上咱这些个佐料，香菜末、韭菜末、大蒜瓣，对得了一大鼻子一闻，这个香啊！这是给说样吃的，这是喂猪的，你走吧你。感谢朋友们啊！哎，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表演这个节目，哎，这个堂会找堂会找堂会，很多老先生们说的非常好，对我们呢就是学人家一点皮毛，嗯，最近一段时间呢跟张先生们这身体都不是特别好，哎，有点小病，是不是啊？张先生这个也是刚好，对，长得串腰龙了，瞧瞧，最近北京兴这啊，奉劝各位别上外边洗澡去，张先生身上那疙瘩跟乒乓球似的这么大啊，最近倒好了，找了大夫拿熨子给烙了一下，都是蒙古大夫，特制，希望老先生健康长寿，哎，咱们共同活个一百来岁，对相声事业很有帮助，活了这么长，活个三五百岁是吧？啊，五百一千岁，呵。一千岁老演员张文胜，这真贵，你知道吗？谢谢您的祝愿。真贵啊，真的。不过老头身体不是特别好，经常闹病，有点经常闹病。对，那天也是，嗯，这后台演出刚完事，老头说不行，我得看病去。怎么了？啊，这个咳嗽的厉害，哦，知道吗？嗓子都肿了，瞧瞧，上火，上火，赶紧出去，去旁边就是天桥医院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往楼上爬，嗯，爬到五楼，一进门告诉人家大夫，啊，我这嗓子疼得厉害，你看怎么办呢？怎么办？哦，你这好办，嗯，你这个两个要求，第一啊，用点水果，然后吃点消炎的药。哦，第二，你这个眼镜还得配个深度的。怎么了？为什么呢？你得看清楚哈。嗯，大夫在三楼，我是会计。什么眼镜？张先生是后台很了不起的一位老先生，还拿我接茬说。因为什么？你这是连续。连续，在一后台来说都算什么？嗯，最有钱的就是张文顺张先生，也不能那么说啊，花钱就跟尿裤似的。哎呦妈呀，没有说心疼，有您这比方呢？张先生花钱从来没心疼过，嗯，靠洗澡，为什么得这串腰龙了？就是洗澡洗的。别老提这茬。其实说良心话，张先生洗澡还是洗头一水，早上起来，澡堂子四点啊开门，他头一个进去。哎，说实在的，下去过一个人，张先生不洗了。我前躺头一个，有点洁癖啊。这伙计们经理他们都站好了，张先生来了，啊，脱完下水，嗯，上来了。哎，这谁啊？哎，这热了，这个啊，兑水啊，就下这池子，这凉，这对，这也兑水，水温都合适了。张先生穿衣裳回家了，这一开门，客人们都来了。我是澡堂子值夜班啊，外带啊，放水。不是，就说我拿这工作补差。不是你好洗澡，这你好洗澡没有试的这么试的。啊，我跟泡一天，哎，泡一天，对，跟池子里边啊。这你不懂，北京人讲的这个，是不是泡澡？你像这玩意儿，他吃饭都跟那儿，对，外边叫碗面吃，吃完接着洗，哎，洗了上来睡会儿，嗯，一会儿一蒸，从包里掏出一瓶过来，啊，池子里洗去。嗨。脏不脏啊？这有身份的人咱不了解他们啊，这还有身份呢。好说好说，出去吃饭也是出去，张先生抢着花钱啊，这得用，对，带着何云伟这几个孩子是吧，啊，能让人孩子花钱吗？谁也不用花钱，我花钱啊。那当然了，坐好了，我们是四个人啊，四个人来一两啤酒。呵，啤酒没有论两的，没有啊，来一瓶啤酒，啊，一瓶啊，记着我喝，四个人剩下兑水给他们啊。什么人性，四个人来，四个花生米啊，四个分四个碟装啊，嗯，哎，等会儿怎么了？来仨，这儿有一个。你说我小心到什么程度了？
有钱就是有钱，这还有钱呢，这但没有钱他不这样。他爸爸他就有钱，知道吗？但是我真正有钱是因为家里边有钱。那我父亲，他伯父，他的父亲，这老哥俩北京城当初那是首富，我一大爷，是不是？他大爷过去那了不起啊！啊，对，解放前那就是给国民党日本兵那儿当翻译的。您别往敌伪那边说，行不行？这真事儿，这个没事儿，这当文史资料那么说。提这个吧，不是他大爷确实，为什么他伯父很有钱呢？啊，这就因为这个。啊，那阵儿据说日本兵抓了一个什么一个美国的间谍，嗯，美国间谍在北京搞破坏，他搜刮了好些个金银珠宝，嗯，埋在北京一郊区都埋好了，埋好了，啊，把他逮着了，怎么问也不说，而且他说的都是外国话，英文，没人听懂，他大爷给翻译，我大爷懂点，这个。问他啊，你先问他，跟他说，他如果不说说在哪儿埋着了啊，咱们打死他。哦，到这儿一问，那赶紧说在哪儿埋着了。说完之后放了你，这美国间谍挺横，怎么样？啊，你别这样吓唬我啊！你要吓唬我，我不说。你瞧，死到临头了，你说吧。是三劝五劝，间谍说话了。嗯，我埋在哪儿怎么找？那好，都问明白了。这都是拿英文说的。对呀、啊，哎，他大一回头跟这日本兵说，怎么说？他说了，要求你马上打死他。什么人？他出去自个儿刨去。嗯，为什么他大有钱就在这儿呢？得、啊，他父亲也很有钱，得点赃款。他父亲也很有钱。我爸爸怎么有钱？父亲拉车的，拉车的啊，拉洋车，拉洋车，超级拉洋车，金牌拉洋车的。你瞧瞧，在北京拉洋车最挣钱就是他父亲。那他怎么挣的？拉车现在很少见啊，现在交通工具很发达。对，上这儿来的朋友有开车来的，有坐车来的。对。有打车来的，嗯，对吧？打车太方便，过去没有，是不是？走到街上一伸手就一辆，雇洋车，一伸手一辆，对。有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四辆。拉车的人多，过去没有，过去街上交通工具就是拉洋车，拉洋车。可拉洋车跟拉洋车不一样啊，有挣钱有不挣钱是啊，有那个早晨六点出车，晚上十点半回来，嗯，一天拉一块钱。摸不着门，连车份儿都万般不是力不干，是不是？嗯、有的上午九点出去，下午三点回来，怎么样？挣十多块钱。哎，这就是中等，就够吃的了。对，是不是？像他父亲这个，像我爸十二点出车，十二点十分回来，挣二百多块钱。十分钟，你说这玩意儿？他把车卖了，卖洋车呀、啊？是不是？卖洋车得赔人家，那偷来的。这车是偷来的。嗨、哎。我爸能不挣钱吗？是不是？一个是起赃款，一个是偷车。那他挣钱了，这样还有钱。后来他父亲拉车拉出窍门来了。怎么了？拉车出去啊？嗯，不是说谁叫都停，不是。哎，找一旮旯看。什么人停？你看那个像是冤大头，蒙人。嗯。上车站等着去。啊、哦。来老乡，白毛巾蒙着脑袋，啊、就跟刚才刘文步似的啊。背着大包袱，俩眼一抹黑。嗯。他拉车。哦。过去一拍人家，哎，怎么样？上车。行，吓坏了，干什么呀？北京有规定，得坐我这车啊！北京前面有这规定啊！这上了车，抱着大包，还问人家了啊？你去哪儿啊？去哪儿？我上那个崇文门，北京站崇文门，这离着多近呢！啊，那上崇文门，嗯、啊，他爸爸一琢磨。崇文门呐、啊，啊，车到杨村怎么没下车呀、啊？你这离得太远了，你这瞧瞧，这不要亲命？呵，这你行，我拉你去吧。瞧瞧，这多少钱呢、啊？多少钱？四十啊！你想想，人家姐山东坐在这才花十块钱，嗨、啊，他要四十，多黑坑人呢！嗯，拉着跑啊，一会儿划划价，二十块钱挣到手了。你瞧瞧，那能不挣钱吗？蒙人，他一天拉十个座，他发财了。瞧瞧，白天晚上不干啊？晚上，晚上他爸爸回家也是，来个礼帽，来西装，打个领带，嗯、捞烟卷，拄着拐棍，瞧瞧，也出去消费去，也外头晃荡，找过去那歌厅、妓院，他爸爸上消费去。呵，是吧？跟人家说我了不起，那是家里多有钱，趁几个银行啊，呼，说的这舞女妓女，搂着他爸，我跟你走吧，是啊，我跟你了，俩人出来，跨着，哼，掉到旁边，他也高兴啊，门口一站。洋车，他也打车，叫洋车。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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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车过来，一辆车。哟，大哥没出车。嗨、哎，放火去。相声都是编的，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了不得，这是真的，不可能，这是咱们的传统节目《切拉车》里边哎，对对，搁在张先生身上，哎，因为什么呢？说别人不合适，知道吗？拿我们后台也找不着这么坏的人了，是吧？就我
我挨着你近，算倒霉了。张先生合适啊。其实来说，这些个早年间这些老的故事，这些个传统节目，现如今搁在台上还是可以表演的。对。是不是啊？过一段时间我们可能节目变换一下。怎么变换？要增加一场曲艺的花场。哦。希望大伙还来，大鼓啊、单弦啊、什么莲花落啊、什么包括一些失传的节目、平谷调啊这类节目，咱们一块弄一弄。哦。大伙注意我们这个广告宣传。哦。啊，其实大鼓对北京观众来说很熟悉。对，大家伙都爱听。京韵嘛，西河呀、啊，梅花烙亭。对。京韵里边。尤其京韵。啊，京韵。那天咱们介绍刘宝全刘先生。啊。古界大王，一位白发古王，谁？白先生，白云鹏，白云鹏，白先生。哎呦，唱得好、啊，好好。过去来说，白先生啊，嗯，贴上白先生就能满了，没有他不可满，没有他不满。对，当然了，白先生一上场呢，底下观众也得走一部分。因为什么呢？麻不良相各有所长，有观众呢，不爱看这个老人唱，这叫明星效应，是不是啊？对对对。可是白先生不管底坐多少人，很认真的演唱，认真啊。老头呢，中午得睡个午觉，哦，下午他到园子，一般来说四点半五点才上场的，对，他就跟家里睡，这是白天，睡足了两点来钟，哎，有一天白先生睡这午觉睡过头了，有。要了亲民，一睁眼都三点十分了，这就完了。为什么呢？啊，他睡觉的时候家里人不敢喊。嗯，你瞧这点儿，老头急得快走，快走，快走。得，园子也着急。嗯，因为那天北京来了一位督军大人的父亲，瞧瞧，老太爷带着四个马鞭，啊、坐头一排，骂半天街了。就听白云鹏来的，祖母还没来呢啊？那就听白云鹏，瞧瞧，白云鹏哪儿去了？瞧，今天不来把园子砸了。瞧，这么厉害，楼子大啊！白先生慌三火四进后台了啊！赶紧吧，换上衣服都准备好了。嗯，没带鼓毽子。嘿，你说说相声好办啊？啊，唱大鼓没带鼓毽子怎么办？就忙中出错。而且这上台之后才发现，这更晚了。啊，要亲命了，这怎么办呢？嗯，底下这就乱了。哦，白先生没带鼓毽子，你瞧瞧，老头也着急啊。老头呢？头一排坐着督军这老太爷，嗯，坐着抽大烟袋，白云鹏。嗯，我再不见了怎么办呢？怎么了？今天不唱把你埋了。嗯嗯，瞧，这么厉害，还真横。白先生聪明，今天这样吧，哈哈，先跟观众道歉。另外今天呢，我想给大伙儿展现一个独门绝技。什么绝技？我借老太爷这烟袋，咱们来回烟袋锅大鼓。哼，我拿这个敲，临时就场，都高兴，高兴。接过这烟袋来，嘣嘣嘣一敲啊，大伙儿都鼓掌。哦，唱吧。嗯，把这个白派的名段都唱过来，大伙欢迎啊！啊，一段又一段啊，什么浅晴雯呐、探晴雯呐，乱七八都唱了。哦，大伙不干，啊、还得唱，还得唱。白先生汗都下来了，那怎么办？各位，晴雯都死了，你们让我也歇会儿吧。啊、大伙不干，尤其这督军老太爷子，唱，我唱把你活埋了，还唱。白先生一听，我跑吧，怎么样？一到后台门就跑，嗯，跑，这观众全站起来，呜，追啊！别让白云鹏跑了。你瞧瞧，追来追去，追得死胡同里。嗯，白先生真累了，啊、坐台阶上，跑不动了。好，埋我也死这儿了，不干了。督军老太爷来了，嗯，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老太爷跟您说吧，啊、你打死我我也唱不了了。嗯，你唱不唱都不是。嗯，你把那个眼袋拿给我。嗨，知道。可见当初白先生在观众里边影响很大。有人缘啊！今天这样，我给大伙学段白派的。哎、好。您学白派有啊？我学白派，我就是家传啊。那您这怎么家传呢？我媳妇儿唱这个。嗨，横着传。白派有一段名唱叫《孟姜女》。哦，这最好了，这个。对，这太好了，《孟姜女》啊。唱这段，学这个啊。几位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是愿意听啊？行了，别挑了，就这三样。不是挑的，不是我强迫啊。啊，白派的名段《孟姜女》啊。好，孟姜女哭长城，千古绝唱由谁听？这白派。这不是唱这白雪，这是我怎么唱歌呢？我跟这不一样，跟这不一样。唱白派啊，白先生唱的什么好呢？唱什么？探晴雯也好，探晴雯吧，探晴雯也好，嗯，孟姜女也好，哎，是不是？这个黛玉焚稿也好，黛玉焚稿也好，是不是？卖个头也好，是吧？没有啊，那是白全福，白全福是吧？对对，我记得有这么一位啊，有点意思。嗯，一唱起来这味儿了。嗯，季秋霜中燕声哎，菊站东篱衬雅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那张文顺他得的本是这串腰龙。这唱的吧，这
不是，不是你啊，这不是你，账算了，这跟你没关系吧？啊，没有，我就会两句啊。嗨，在家也没好好学这个是吧？嗯，净学张文顺这。别摸这边了，京韵是咱们的国粹。对，对我来说，刘白、张、骆、少白，包括滑稽大鼓，我都喜欢。是啊，但是我发现了 啊，学京韵最大的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不能有齿音字。您能给举个例子？哎，有齿音字唱不了京韵，是吗？啊，你就拿这个流派来说，流派，流派的华容道啊，大珠小珠落玉盘，干板坐字，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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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去上板的地方，对，听的是嘴啊，你要有齿音字唱不了这个，是吗？我有一朋友啊，就学京韵，嗯，嘴里边不利索，是啊，唱华容道唱的能给人唱乐了，他怎么唱？他一唱就有意思了啊，天津人啊，我这朋友是天津人，唱华容道，嗯，我不说关公。把手华容道，再说曹操从赤壁闹兵往营而逃，正往前走，有条粗路，可小姐个邹郎啊，他的这个最不高，头一笑叫赵云杀了一个好跑，第二笑被张飞这么赶了一个魂魄消，又往前走，抬头看，耳听得咕咚咚咕噜咚咕噜咚，三声炮震得地动，山有摇，明盔两甲，人人勇，见的刀枪放光豪，儿郎们一个个的雄似虎啊，我的高台火焰烧，儿郎们一个个的雄似虎啊，抬头看，我用木桥，关键黑白两端将这个扫把的大旗空中摇，这不是京韵，这是天津快板，这是。